欢迎收看妍希在线不纯粹。糟了，造型短剑！新秀，你还拉我下水？不是苍流帝国派来的，大圣姑娘，能否帮我带一个口讯，去桃源郡如意赌坊？姑娘坚持住，我给你疗伤，我们一起去。我不是姑娘啊！听说宴席半途遇上了风损战死，无法前来迎接圣主。我死后，你可以把我的双眼挖出来去卖。算是报酬。挖什么双眼？别胡说！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。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怀疑，追你的女生都很。除非什么？你会告诉我什么能救你？雪影子。想不到吧，我正好有雪英子。你知道雪英子值多少钱吗？应该很值钱吧，不过再过也是一个果子而已，跟人命比算不了什么。鲛人也算人吗？鲛人当然是人啊，哪里不一样啊？所有对于我们鲛人有恩的人，我们都永远铭记。会唱歌，会织布，掉下来的眼泪是珍珠。嗯，无论是空桑人还是后来的兵族，都只把我们看成会说话的畜类，可以蓄养来谋取暴利。不过是篡改今生的良人。我来帮你们，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求你救救妍希吧！但是刚刚我挥挥手，那架风隼就掉下来了呀。既然我有力量，不必。为什么？鲛人和空桑有几千年的血仇，而所有空桑人都是鲛人的敌人。但是我们鲛人不会伤害恩人，只是我们终究无法成为朋友。我不能再与你同行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你等着看好了，等到那枚戒指听我的话，我要帮你们。什么？你变成这样？萧索狂天。遇到你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是敌人，想杀了你，你却依然救了我。我们因为空桑之物厌恶你的时候，你依然说想用他的力量帮助我们。这种想法，对云皇，对我来说，都是不曾见过的光明和希望。所以，我由衷地为你的到来而开心。焚烧之水，逼出空桑余孽。我去引开他们。Thank you.
为了能够保持平衡，心脏在中间，跟你们不一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们的心长得太好了。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一直跟你在一起。我都没告诉你，不管你家人还是朋友，我都想跟你在一起。归去。